口监视器画面拍下右侧机车飙速通过高速，撞上小黄车头，机车连人带车往后弹飞，重摔倒地。惊悚瞬间再看一次，机车完全没刹车，看见计程车左转已经来不及，其实当场喷飞，一动也不动。鬼嘛，我这动不了，怎么来啊？你这个精神，你讲没个，应该是没怪他丢了。回到事发现场，计程车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状，保险杆断裂，引擎盖也被撞凹，机车撞成废铁，零件四散，人行道也留下大片鲜血。一号早上6点多，台北南港区一名65岁的小黄运强在南港路左转往新华路时，疑似没注意到对象与62岁的谢姓骑士发生对撞，骑士瞬间摔飞到人行道内超商门口，当场没了生命迹象，被火速送医急救。机车骑士经诊断，目前有颅内出血、全身多处擦挫伤等伤势。另外，计程车驾驶没有受伤，酒测值为零。清明连假前，骑士疑似上班途中路口没减速，与未注意路况的小黄发生事故，目前已经恢复心跳，但人在抢救当中，详细车祸原因还有待警方厘清。记者金维中、杨忠胜、彭新妹台北报道。放久了好像你就不知道，哎，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。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，就不用担心，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就会生成4公升的水神啊，4公升很够用了啦，真的。那这一组呢，大家扫这个 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，已经开始上架了。